这是我们搞的乒乓舱的隔热板，保证夏季那个舱内的温度在28度以下。这个是排风扇，即时排出那个粮库舱内的积液，还在停留在舱外去。这个是流动测温杆，有7米长，大概它可以测粮堆里面5层的温度，最低可以测到6米5以下。 这是我们准备为2022年那个沈水良早的收购准备的那个空仓仓园维修已经完成了，包括地面啊、隔槽啊都已经完成了。下一步就是什么呢？那空仓要准备杀虫，以后就可以开始收购了。